着美丽的蓝色星球就是我们亿万人的家园地球。哇，这是月球，它是地球的卫星，我们的守护者。我们来月球住吧。不行。好吧。这是什么球？这是火星，可能有过生命，跟地球最为相似的星球。我们来火星住吧。不行。哦。这又是什么球？这是木星，那个大红斑可危险了，就像红色龙卷风，被卷进去就完了。我们来木星住吧。滚！哇！我的妈呀！登陆木星喽！